钻石是陈志新，钻石即使自认为还钻石。他已经太玻璃心，玻璃心，玻璃心，玻璃心。你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哎，新的地方，然后要有一个新的改变。一开始出来的那个气势还蛮有的，很帅气。原子少年二，六颗神秘的星球将再次引爆，用音乐翻转银河，掀起全新的宇宙浪潮。 TVBS 42频道8月24号起，周六晚间8点，快来跟我们一起起航。